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成为川贵排水，因为进前落大雨的关系，加上河南的工程影响，水沟边出现着地面掏空的情形，让每天经过这的民众相当的不安。除此消息，彰化市花坛乡以及鹿港顶反顶六里，因为自来水公司施工的关系，对十一号拜六早起的八点开始要来停水三十点钟，请民众爱提早备水。鹿港福德宫的开枝石炉，伫咧民国二十三年离奇失踪，经过七十八年以后，竟然有信徒伫美术网站顶关发现石炉出现伫台南。详细新闻拢伫咧今仔日的凯擘大中华新闻。详细的新闻，详细的报道，欢迎你收看今仔日的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小文，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七十，旧历六月二十三，礼拜五。新闻首先，咱先来关心着民众的交通安全。河北镇西川路上的这残尾排水，因为进前落大雨的关系，加上这河南工程的影响，这水沟边出现着地面掏空的情形，而且也未施工改善的河南嘛，因为拢生生真无稳固，为着民众的性命安全，十号中道管理员是特别甲里长共同来实地会勘，希望会当找到负责的单位是来赶紧处理。无啊，底啊摸袂着你啦。里长规只手拢会使藏入去路边的大坑，边啊这条水沟就是残尾排水。里长着烦恼，这个路基已经有掏空的情况，那个无来处理会愈来愈严重。我咱里长有看哦，拢内面哦深哦，足深的。啊，这咱的水质处若无紧来处理的话啊，到时过搁放起时哦，代志就大条啊。哦，啊希望吼、哦、做一摆就做起来，唔通过吼一段一段直直做啦。哦，啊，但一段一段做吼，遐得了吼。就搁落去，啊做了遐就落去啊，在人民实在是足袂安全的啦。除了地基的问题以外，水沟河南下面的每一支条啊，拢因为深深的关系用要登去。来会勘的议员就表示，已经有请施工单位赶紧来处理。向咱这个县政府哦，啊咱这个水利处来反映，啊嘛近期哦嘛已经咧动工啊，哦啊以确保咱这個居民的行的安全。外边残尾排水边仔的西川路，大家拢有真侪民众经过遮，用要派去的河南，加可能地基掏空的路面，和不少里面向民意代表反映，希望会使甲相关的建设维护好，保护因的安全。大众新闻，林伟廷、何美采访报道。继续是停水的消息，包括着彰化市花坛乡白沙、文德、甲岩德三庄，以及鹿港的顶番、头仑、头南、山仑、草中、甲杨厝顶六里的民众，要加加注意了。对十一号拜六早起的八点开始，将要停水三十点钟。只是让人无了解的是，这停水原是因为水公司伫台中市的乌日区要来清山着供线，这时间点伫咧台中，说是咱彰化这七万五千外户的民众受到影响。自来水公司无用再水，因为对十一号拜六早起八点开始，包括规个彰化市花坛的白沙、文德、甲岩德三庄，以及鹿港镇的顶番顶六里，总共七万五千外户有三十点钟无水通用。在台中市的乌日区的地方哈，那边有个金钟桥，因为他们要做一个扩建哈，那桥的扩建，所以我们自来水公司旁边那个九百millimeter 的一个水管是必须要配合临时来做管迁。那因为这个工程在施作的时候一定需要整个停水。我们这次停水的时间是从礼拜六哈八月十一号的早上八点，一直到礼拜天的早上的这个到下午两点，那这样一共有三十个小时。奇怪的是，自来水公司明明就是伫台中市的乌日区清山的供线，台中嘛才两万外户停水，彰化竟然有七万五千外户无水通用。因为彰化我们一直自由水源不够常常是必须要依赖这个北是台中，南是云林那边的林内厂的资源所以当这种比较抢修的一个工程的部分，
我们这个水源不够的时候，我们有设置这个加水站，临时供水的这个供水站。那这一次在彰化，我们就设了29处的一个临时加水站，那可以让用户很方便的到这个每一个点的供水站去取水。自来水公司强调，这回停水早就伫一礼拜外前就已经透过各种的宣传管道事先预告，而且伫停水的区域内底嘛设置临时加水站，民众若是有任何问题，拢会当卡用户专线1910来查询。大家新闻中，这两句话彩虹报道。彰化县政府伫关林镇推动的184公顷市地中划案，目前已经渐渐进入完工的阶段。只是自从这市地中划动工以来哦，都不断有民众到县府来进行抗议哦。主要的基地拢围绕伫咧这个差价地价爱付出偌济，因此县政府是来主动对外说明这个市地中划，因为有向中央来争取到10亿的补助，所以对居民的负担一定相对来减少。有困难的居民会依照着个案来协助。处理类似的抗议场面已经不知出现过几次了，还有这么频繁的抗议，最主要就是居民对市地中划以后的差价地价有很大意见，更加有民众因为根本就拿不起才会来申请。不过县政府表示，公办的市地中划不是要爱赚钱，只要开发的经费达到平衡，其他的都会回馈在居民身躯顶。哦，这个差价地价这不可以说有相关，因为这个市地中划吼，参这个区段征收，吼，拢就是叫做自赏性的吼，就是讲未开公务的预算啦吼。但即久就是因为这个负担，就是因为县长去征收着这个污水，就雨水下水道跟污水下水道吼，这个补助，甲30米沿道的这个补助，拢总差不多10亿啦吼，才有通这么这款负担啦。啊，无各位知影，就是讲咱这个地方要办市地中划啊，诶，这个财务啊，就是拢由这个。主这个所有权人吼，区内所有权人爱负担。已经唔拿一届带人来管护抗议的管理员江水燕讲，人民有保护家己财产的权益，市地中划以后有真侪人根本都无钱，会当缴纳到差价地价。伊本来就干一间厝安尼哦，啊，所以要甲伊接受佫一半的这个，爱佫纳一半的差额地价，有真侪的住户无法度纳。虽然即摆管护有讲，啊，要甲伊减半。县府地政署强调，关林市地中划回馈的部分，比起其他县市的中划案，拢悬出真多。差价地价更加会当免利息来分期付款。居民若是无要纳差价地价，开发的经费是不是要变作全民买单？大众新闻中，谢良中华采访报道。为着要小朋友知影在父母上班的辛苦，山西乡公所逐年8月拢会举办着亲子日，除了让小朋友来参观公所以外，搁准备着亲子的 DIY 课程哦。